给你的精彩，这里是由牛 TV 为您带来的 NESO 全国电子竞技公开赛。 NESO 2016全国电子竞技公开赛由英特尔、NVIDIA、 UV 派克、 Razer、 可颂坊、 AutoFu、 奥峰倾情赞助。 NESO 2016全国总决赛运动员下午茶由可颂坊全程提供，感谢官方指定赛事合作 APP 悠久电竞、官方指定赛数据 APP Max 加悠久网、178、太平洋、瑞派、要玩等媒体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解说滚滚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 NESO 深圳的一个全国总决赛是进行到第二天啊。今天首先在副舞台为大家带来的是炉石传说项目八进四的比赛，两位对阵选手是昨天用青玉德击败对手的一个 PSE， 以及来自上海选手天八宿命。好的，那么第一场的话是一个龙木对阵萨满的比赛，龙木骑手还是比较不错的，骑手有小冉，然后有暮光楚龙。这个骑手感觉可以不用换了，一飞两飞三飞基本上都是有事情做啊。萨满骑手稍微有点糟糕，萨满骑手只有一个天使啊，基本上没什么事情做，哎呀那就可以了，那突然就变成一个天狐骑手了。那么这边呢，骑手把那个虚空幽灯给换了，换来了一个暗金压人，这边两边都是天狐骑手啊。看看鹿子黑手，那这边的话先上一个暮光楚龙，像个暮光楚龙，萨满还是比较舒服的，这边可以解掉，解完之后下午还是可以上二三四，过灾也正好。牧师这边站不了场，估计要下个小，哎，来龙岩教官，小忍跟龙岩教官差不太多，因为龙岩教官上去的话，基本上也是换一个武器和一个天师啊，如果运气不好的话，说不定只能换个天师，感觉还是用小忍了，小忍赶紧吃了吧。吃了，这边下回再说啊，那这边继续上。哎，这地方他摊了一下，这个摊可能要摊出事情啊，这个我感觉小冉还是要解的，毕竟现在牧师基本上都是满边岸金压人的，这地方压人加回血，或者甚至这地方其实加个盾都比较难受啊，感觉要摊出事啊，这一摊小小一摊，这地方感觉应该是要用上个血法上个小爪子卡了吧。火蛇也可以，火蛇的话上个小爪子就先不动了，火蛇这边双解。现在打龙木场最好还是不要抢血啊，先控制场再说啊，龙木反正反场能力还是比较弱的。疯狂抢脸啊，这地方应该是解个小冉就继续抢脸了。抢脸然后发现又被暗金压人加了口血，这个游戏体验有点差啊。哎，有个暗影狂乱。有个小心暗影狂乱可以把血法拿过来，血法拿过来然后加口血啊，这边非常稳，感觉萨满非常难打了，这地方还被一进一出还被对方多过一张牌，关键法杖没了，法杖没了，这边哇好难打呀，压人加血吧，这个龙面教官不着急啊，龙面教官下回再上也行，先把场子站住。那么现在两个三四萨满有点难解啊，上个火蛇假装自己两个是四攻老稳是吧，那这地方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解火车的手段，还真解不掉，解不掉有点不太舒服，龙源侦测者应该是要找点什么，找到个无面没什么用啊，这边是应该都换了，反正先降场攻再说，这个龙源侦测者其实萨满在没有刮的情况下非常难解，没有摇出法伤就只能踢脸了，那这个火车基本上是送了呀，这个好难啊。哎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这地方来了黑翼腐蚀者，黑翼腐蚀者那就黑翼加龙面教官，非常好。龙面教官，然后这边把场一解，或者他可以取巧一点的话要打灭有点亏啊。我们还是黑翼吧，黑翼，然后上个龙面教官啊，或者你不上黑翼也行，就是上两个墙也可以，因为这地方反正五六肯定解火身嘛。你黑翼点的只是个一杠一，你不点也行。上个目光守护者，上个龙面教官，我觉得也还不错，这边都可以啊。还是选择了点，哎，那这么点的话，就是直接去点撞掉三四了。这个场我感觉萨满已经走远了，这怎么打呀？作为一个青海萨的返场能力其实也不算特别卓越了。现在他在缺一分，没有办法，蓝龙大漩涡只能蓝龙先上去了，硬砍，轻易闪电啊，来的。时间点不算太好，我感觉这地方要拍四七了。哎 ，Nova， 用处不大 ，Nova 真的用处不大。
要不我们上个蓝龙，上个蓝龙待会再说。上个蓝龙这边你随意加口血，加口血把这个边龙吃了，还是非常好的。啊，他这么打感觉是要上四级气了。啊，其实就节奏上来说，可能蓝龙更好一点。上个蓝龙下回合五加三或者四加四都可以，反正正好是八倍。那么萨满现在头很疼啊，这个四七七反正是一时半会解不掉了，只能看着他。哎，出了个蛇，蛇墙藏在墙后面。这地方牧师手上要不是有个 Nova， 感觉这个机器还真要送了啊，只能打个神圣星星啊，解了吧。哈里森姗姗来迟啊，太晚了，这地方 Nova 打掉啊，积极踢点啊。萨满也有这么一天，被自己带的四七七疯狂踢点。帕奇斯也来的比较晚，他从头到尾就没怎么抽过海盗啊，这帕奇斯裸上了只能。然后这边哈里森一吃啊，我感觉这个哈里森应该是可以成功劝退了。上哈里森上个墙，哎，同区哈里森能摸几张呀？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了，哪天可以回去试一下。这边应该是只要打出 GG 了，伤害已经够了，也是恭喜天八宿命先拿下一局1-0。那 PSE 他这边今天还是跟昨天一样，应该带了个德，应该是跟昨天一样是个青羽德啊，现在也是一个青羽德的信仰选手。青羽德这个卡组怎么说呢，还是糊起来还是比较凶，那不糊起来就比较 low 一点，而且现在大家速度比较快啊。其实我还是更关注他这个德怎么走啊。萨满战士啊，术士这种职业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好走的，只是早走晚走的问题。今天的话应该是三场副台八进四，还有一场主舞台的八进四。好，那么这边天八宿命拿出了他的奇迹堆，那边还是青海萨继续啊。他倒是每次起手都要坑到血脂啊，坑到血脂人看看能不能再找个什么图腾魔像啊，看到血脂人图腾魔像或者加一个青羽之爪都可以。其实这边的话就直接留个吹水海盗就 OK 了。隐藏宅之森还行吧，对面虽然是个青海萨，但是不是那种特别快的青海萨，不是很偏打脸，所以还可以，应该能扛住。那这边的话缺蓄一下，找了个冰霜正击还可以，还行吧，至少是个低费法术，低费法术对盗贼来说总还是有用的。地方大漩涡打一下，看看有没有，这个比较 low 啊，没什么用啊，站好随从。这地方应该是转个刀吃掉，他这边需要一个军器啊，或者一个背刺，然后解一下这个坑道血脂。啊，萨满这边的话，萨满这边武器在哪里啊？萨满带了四把武器，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啊，武器在哪里？这边疯狂上一飞，付了一堆，可是盗贼这边没有刀闪，也没有法伤。现在萨满一旦抽到武器的话，这场攻就爆炸了。武器的话，我们算一算，应该是九点场攻，刀闪到了。刀扇到了，但是没有背刺，也没有法伤，这个刀扇开着不是很舒服啊。那也开吧，毕竟全体打一。哦，上匪贼了，他等一个法伤，这刀子应该是不砍了。哎，雪发闪电剑。现在萨满很急啊，萨满想我的武器在哪里啊？他急需一把武器。其实这个场攻一下就可以把盗贼的血线踢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点，盗贼这边需要一张血法，血法在哪里？血法获得者蓝龙过四再发，军期到了，军期但是来的比较晚，这方我感觉要交刺骨了。哎呀，四再发，晚来一张，要不硬币刺骨，硬币刺骨解一个。冰霜正击感觉，冰霜正击的话就是解两个背角海盗了，刺骨的话就可以把那个天师给解了，差不多。我们可以看到萨满那边其实已经摸到了武器，哦，在这边把两个背角海盗解了，萨满哭了，萨满头很疼啊，我好不容易摸到了武器，但是怪没了。这边伤害可以继续打，
反正这边感觉加基森应该是要上去了，有一个四级代发已经没有办法再忍了。而且他这边其实如果不上加基森也不太好解啊，军器不闪触发，哎，可以蹩脚海盗军器，刺骨感不一定会舍得交。蹩脚海盗冲出来的帕奇斯可以把这个哈哈，哦，没有帕奇斯，他前面冲过一个了，那就有点尴尬了。那这蹩脚海盗只是个连击的手段啊，如果加基森四代发刺骨，感觉也不是太好。加基森的话有可能可以挡四点伤害，看了他现在血到底血量也比较少，可惜他是个五费啊，六费就好了，五费有点难受啊。哎，他这边哎，为什么直接就跑了？他感觉回合是来不及的嘛。不过的确啊，因为萨满选的是射箭。那这边也是 PS 已成功的扳回一局，一边走掉一个萨满，一边走掉个牧师，感觉下一场应该是个青玉德了。青玉德打七级贼，现在七级贼的话主要就是打对抗打点套牌，怎么说呢，各种方面都比较弱一点，你不管是打打点战也好，打打点赛也好，甚至是打打点贼也好，都比较难。其实内战还行，打点套牌的话，前期有大范能赢，没有大范很容易崩啊。那这边互换了，这边拿出一个打点战，那边是一个 GZ， 不知道是海龙战还是个纯种的海盗战。目前看上来应该是纯海盗战，海龙战好像是不带南海船长的。那么纯种的打点战的话，打现在的海盗 GZ 其实优势很大。前期需要，哎，他这边缺一把武器。哎，可以有恩佐斯副官就不错了，那一费蹩脚海盗，两费恩佐斯副官升级一波打过去了，三费可以恐怖海盗扔上去了。哎，他为什么一费不上蹩脚海盗呀？这蹩脚海盗可是个三攻啊，而且对方是一个后手两费，你这样子其实挺被动的。哎，毕竟一费蹩脚海盗是个三杠二，你那个随时都能出啊。这我有点没有看懂，当然优势还是优势很大，因为他这边毕竟是个先手出海盗，对面虽然有硬币军期，但是这边待会一个弯刀和利爪，这边就变成三攻小钩子了，可以直接把军期解掉。硬币军期血翻教徒这张牌也是在这个版本才发光发热，之前的话基本上是一个竞技场的比较强的一张牌。好，血翻教徒上去，这边军期一解，直接踢脸，一把一攻的小钩子已经加一加一再加一加一，变成三杠三三杠二，刀扇不算太好，只能打吧，打了看看吧。他没有四弹发，没有，哎，这就很尴尬了。好，那这边直接两个海盗一上打脸了。那么现在的话，暂时有很多很多的神抽啊，他抽武器也行，抽直伤也行，抽什么东西也行，而且因为他。之前牙签已经抽过两张了，所以不太会鬼抽了。这边阿银达就解掉一个，感觉也很难扛住了。这边九点场攻打完换把刀，继续砍。手上有四点直伤，盗贼的血量是不可能回上来的。盗贼血量有几点就是几点，除非你能吹嘘海盗吹点血量出来，不然本来是多少还是多少。大范来晚了，这地方上碧阳龙我感觉已经走了，也已经走远。那直接放一顿打，直接掷撒机带走，那是天罚宿命成功的二比一啊！可见传统打点战打其实这还是优势非常大的，很好打，非常好打。基本上盗贼就是前期如果没有四代发或者没有大范的话，就很难苟住。你就算有背刺军机，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扛不住的。前期因为现在就是加入海盗之后，一费一二加。加一，而且很多时候那个一二就变成三杠二了，你很多就扛不住了。前期掉血掉太快了，三费之前破场，四费之后打脸，凶的不行。啊，其实在内战。好，这边有被刺有匪贼，其实非常不错。蹩脚海盗也在。那把，我感觉这个骑手把那血一换就完美了。那边的话，盗贼一个作为先手骑手，哦，这边还有硬币，先手骑手只有两个匪贼，在盗贼内战当中其实比较尴尬了。而且就是无论哪个年代的骑贼内战，其实
有多时候跟加针都没有什么关系的，因为贼的内战就是节奏会比较紧凑，总算摸了一张硬币，这地方只能流着眼泪用刺骨把这个贝加海盗解了，没有办法不解，三二太疼了。哎，这地方可以直接上匪贼了，直接上匪贼，如果对方能解决掉你的匪贼，那么我硬币有三匪可以继续跳匪贼。你匪贼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用硬币去跳了，这边不解掉我就武功轻一点，很稳的。等等，那边也是硬币匪贼。伪造的幸运币这张牌其实有用的时候还是非常有用，还是非常强的。这地方应该是撞了，哎，这地方为什么选择背刺啊？这地方感觉撞了好一点啊，真的是撞了好一点。撞了之后再上个匪贼，对面如果接你匪贼的话，必然龙可以继续上。这个地方选择了背刺卖血，其实是一件很伤的事情啊。但手上毕竟是有法伤，有蓝龙背刺啊。这个感觉稍微有点亏啊，但是你匪贼踢到血是好事情，亏是蛮亏。那这地方继续上匪贼踢点啊，不管，你有本事你来解啊。盗墓匪贼这东西，只要不是闷棍，什么都好说，别解。对对，打脸。这地方盗贼内战，只要不是高危险的东西，基本上不解，往脸上走。这个地方不上加基森吗？这个地方不上加基森，感觉来不及了，感觉节奏太缓了，要上真的要上了。内战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去刷牌的，哐哐打一下就快死了。我感觉这地方要硬币加一下四加发刺骨走脸了。他还是选择蓝龙闷棍，不错，闷棍的牌其实还是蛮，虽然来晚了，对面匪贼已经出了，但是也还会有点用，对面只要加森不隐藏就还有用。这个加森真的来得及吗？有人血，但是这个血线不是一回合能打得死的，但是你自己恐怕就活不过一回合了。为什么不先硬币呢？硬币，冷血 ，C 带发，哎呀，全是随从，头很疼啊。法术在哪？哎呦 ，C 带发找了个吹气，哦，哎。他这边选择了劫场，隐藏的话回合数真的有点来不及啊。那这边加基森啊，隐藏到了，那再见了。那边的话5点6点场攻，对面24血一定打不死。这边硬币打点隐藏啊，他为什么要四代发刀扇？这地方打点隐藏四代发刺骨不就结束了吗？打点隐藏就完事，收工了呀。你冷血打点也可以，其实没什么区别，就其实是一样的，因为盗贼内战没有回血，打点隐藏这边盗贼也解不掉，你脸都踢了就隐藏呗，这隐藏一打就已经结束了。应该是带走了，一回合打不出20血啊。两张四阶发打掉的情况下打不出，除非他四阶发能找一些很神秘的东西来回血。继续找，哎，没找到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回不了血。继续找，加基森摆渡人，继续找，好像找不到什么东西了。这内战的话，这种地方除非四阶发消失，但是他没有四阶发了。这边贴吧送命也是非常快啊，只落三盘，直接带走。之后待会为大家带来主舞台的比赛。